晚上一起吃饭，下班后再到堂等我。你在跟我讲话？是。咱俩吃饭？对。陆总，我已经有约了。约在哪？还不知道，还没发过来。那就是我先约的，做完要讲道理，不接受拒绝。要不哪天我请你吃饭吧？我不，不需要，就今天。一起吃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